近日，网传孙俪怀上第三胎，并上传孙俪在片场的照片，其中有几张照片，孙俪肚子微微隆起，看起来确实有点像怀孕一样。中国作家刘信达对此表示，刘信达留意到日前有爆料称孙俪怀上了第三胎，刘信达想问问孙俪，你真拿自己当娘娘了吗？你真的以为自己有特权吗？怎么动不动就敢怀孕呢？刘信达再问问邓超，你不会将精力放在工作上吗？再说你不会采取避孕措施吗？怎么能让老婆违法超生呢？联想到同样超生的黄磊夫妇，上次处罚他们700万实在太轻了，简直是九牛拔一毛。刘信达这次将参照吴亦凡的1.2亿片酬，提议相关部门处罚孙俪1.2亿，同时封杀孙俪和邓超。对此，有网友力挺刘信达，评论称同意不能光罚张艺谋。也有网友吐槽道：“不懂法不要乱说话，太尴尬了，人家女儿是香港生的。”